这一组伴手礼是我们屏东十大伴手礼的得奖的产品，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酒香咖啡，对，它是有一种淡淡的 whisky 的香气，哎，对，但是它不含酒精。原住民族群里面，小米就是一个食物的主食呢，对，在这五年以来，我们也增加了所谓的黑米跟红米，但是黑米比较营养，黑糙米比较营养。我们种小米，大概种了这两年，然后去合作了这个小米酒，这个小米酒真的很甜。